不要酒精啊。对不起，你这里可以帮忙收拾吗？什么？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拖的挺没意思，去家里去吧。我现在我跟全世界抛弃了。行，你如果被全世界抛弃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在聊天呢？你不要这么想，你现在往家里走啊？哪有家？没有家。那你实在不行，你来消防队带你吃夜宵呀，对不对？你别哭，你哭，你想想，其实说实话。喂，你报我电话干啥呀？刚才对不起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对不起，没有对不起，你听我讲啊。不知道找谁，我在打的。对，你找我们就对了，找我们就对了，不后悔，不后悔的，不后悔。你听我讲，不后悔的，我们没事的，我们没事的，我们一直在的，我们24小时都在的，对吧？你不要哭呢，我们24小时都在的，好吗？你给我讲讲，我们聊聊发生什么事情，行不行？就是什么事情让你哭的呀？让你不开心啊？你也别哭，你先深呼吸。其实你想想，你这件事情不值得你哭呀，对吧？你那么好。哎呦，今天晚上洗回家洗个澡睡觉，第二天就是又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小时候，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，我妈也打我的胃，她也觉得我那边，对不对？不都这么过来的？就是你首先你是一个个体，是一个个体，然后你才是他们的女儿，对吧？一个人的老婆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母亲，你首先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不要去在意别人怎样怎样，因为我们也都是90后嘛，这种事情压不倒我们的呀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不用谢谢我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。你别哭了，你过段时间再打电话我去接你，好吧？